对，丹田很有力哦。你妈房间跟你房间是不同间没错吧？没错，不同间啊。哇哦，哇塞，厉害吧？这样还可以收音到。所以你妈在她房间叫你都听得到。开玩笑的，不要那么认真讨论这问题。我们很认真欸，我刚刚真的在思考怎么样达到这个境界。对啊，戴无线耳机就可以，就想戴无线耳机，然后房间走到隔壁房间这样，对，他收讯会比较差，比较小声。对啊，隔个屏风就是了，这样。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的努力讨论这个。哦，你有玩笑话。八点厉害哦，掉石头喽！掉石头了，哎、欸，劫富作弊！哦，为什么劫富？那、哦、你怎么有石头啊？他完成了石器时代，他作弊。哦哦，耶！哦、我有点作弊，作弊，作弊，作弊！不要不要不要！下一个作弊的仔哦，团团作弊，团团作弊，作弊的人了。哎呀，你看错了啦，那是别人啦。下一个团团，下一个。哦，你们作弊。没有作弊的。现在万众瞩目就缺 Small M。嘿 ，Small M。我太久没有打那个，我就想说奇怪，我在两个 Discord 群组看，怎么都没人。然后我忘记有麦块，这个没事，慢慢来，慢慢更新，慢慢来，慢慢的，慢慢的。今天是我们第七届的奖金争夺战喽，第七届也可以来速报一下现在的积分累计哦，第一名居然是 BOB 哦，哇哦，幸运之神，恭喜你，累积了20分哦。然后我是累积 19.9 啊，因为我不敢跟他抢第一。那我要 19.98 第三名现在是杰克，还有7分哦，所以大家都还是有机会争夺前面的名次哦。好，那么呢，我们就先按照顺序来介绍冠军。安安，我是 BOB 哦，我是最美的那一个哦，没什么啦，好 cool。安安，我是迪叔，我是最可爱那一个，下一位。大家好，我是音乐，下一位。我是没睡饱的繁星，下一位。我是最帅的那一个，下一位。我是前面有人一直挡住我的巧克力，下一位。我是小雨，下一位。我是一直有人把石头丢给我的露米。我是一直丢石头给 Lumi 的玉米。我是刚睡醒的杰克。哦，爱睡。我是最后的蠢蠢。你不是最后的，你不是最后的那个。对呀，我是倒数第二。我讨厌你，他直接抛弃你了。没有，我已经习惯我当最后一个了，我已经习惯了。心结，心结，没有。对啊，然后他就说他是最后，他不要你了。那要锁定啊，你们听错了。再见。你听错了，小恩。不行啊，再有一队会剩两个人。我们愿意每个人请你吃一颗茶叶蛋。哎，要这样很多颗哎。哎，我这十一颗茶叶蛋110块，好多哦。还好啦，我现在只吃3颗，每连射2颗14块啦。哦，3天吃了8颗茶叶蛋，好夸张，太多了吧？哇，你这不会胆固醇过高哦？不会，有人泼茶叶蛋的，哎，其实吃蛋不会胆固醇过高，对，不会胆固醇过高，那是假的，对，是啊，那是卢广仲骗人，那是骗人的。不吃早餐是一种态度。哎，卢广仲说他吃2颗茶叶蛋，他脑血管会爆裂啊！血管爆裂超恐怖，好可怕的。所以现在小黑他那个脑充血，大家要小心哦。他等一下会他一队可能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揍爆你。你说干嘛？你变态！快好了，快好了。
好，再次提醒大家哦，在那个前面100分钟都是不能战斗的哦。好的哦，你打人家直接扣10滴血哦，很可怕哦。嗯、你自己会被打爆。对，不能用烧的或是什么干扰，偷东西就是。偷了就赶快走，不要逗留。不要被看到，不要被看到。被检举、被打字就要马上离开，好不好？好，好。那战斗呢？是最后的15分钟就会有缩圈也开放 PVP。好，缩圈打架。你知道缩圈的时候就是可以打架了。嗯，好的，嗯，好。对。然后最后呢？哎，那个一样会有那个空降星星，还有最终讨伐任务。好，这个就是让大家可以翻盘的时候啊，在最后的5分钟的时候 ，OK。好，好，冰的啦，我们就等候 Small M。Small M， 你们可以继续聊天啊，不要理我。哦，我今天吃了一个好好吃的便当哦，那个排骨便当。我们没有想要知道。啊，今天那个本机会后来才到。嗯，有问题，一开始有问题的话，先往肚子里吞。哦，好，好，可以哦。等他到的时候再疯狂打999。好，好，好。你说是冷笑哎、哦？因为我觉得我会吞很多。吞很多茶叶蛋吗？多茶叶蛋吗？吞很多茶叶蛋。茶叶蛋。我觉得你不喜欢，你不只吞这个耶，怎么？你说很多大很饱的、那個，要吞什么？四颗蛋。哦，泡面加四颗蛋，吃饱。哇哦！太多蛋了吧？应该上面全部都是蛋吧？所以你们喜欢吃什么蛋料理？真的，所有有加蛋的溏心蛋也很棒，那个半熟蛋，半熟蛋，温泉蛋也很棒，欧姆蛋切开来会留下来那种。哦，我觉得雷姆蛋东西都还不错。欧姆啦，雷姆，雷姆蛋是什么？欧姆，等一下有人怪怪的，什么东西？雷姆蛋是什么？雷姆是谁？雷姆是谁？雷姆蛋，我觉得怪怪的，雷姆是谁？好白哦！我太想通通倒起来 ，BB 蛋，你们喜欢吃 BB 蛋？哎呦，吃子蛋是不是？假庆忌，庆忌呀！哎，那个是巧克力那边的特产，你们可以来台中哦。假庆忌呀，假忌呀，假忌的。没有没有，那是那个团团的，我们不能抢啊！没事没事，尽管吃 ，OK 的，没问题的。不要进过来哦！哎，为什么我没有？对啊，你没有成就哎！你是不是已经哦你有多少人了？小明，你的更新还要多久？还剩七枚。我想七趴哎，我还有说还要等七颗茶叶蛋，七颗茶叶蛋，吃七颗茶叶蛋的时间。谁还没有给他茶叶蛋，他不来了，不来了。完了哦，寄整箱，寄整箱。为什么会一口气吃那么多茶叶蛋？哎，我一天十颗哎，你十颗啊？对啊，之前多哎，之前超商上班开始卖的时候。就狂吃，哇哦！就吃了三天，放屁都有茶叶蛋的味道。我那我就知道啊，不行，要节制了，中毒了，中毒了。我们不需要茶叶蛋过标，多情报。我分享啊，很好吃。今天网络用的有点多了，可以休息，可以休息。不要分享茶叶蛋屁，茶叶屁，茶叶屁好像有点可怕。它是红茶的味道还是就茶叶？不要，我想知道，我不想知道。他想知道啊，那个像是反正你见到他，你可以放个屁啊。对啊，反正就是在室内闻到茶叶蛋的味道，就是说哦，我最近有吃过了。我说反省，嗯，哈哈，嗯。是你干嘛？树也坏了，坏了！你树已经放飞自我了，坏掉了，真的、哦。Free like a bird。哦，哈哈哈哈哈！哦，进来了，一道光，终于进来了。哦，他马上拿到石头，完全成就了，成就了。最后的小恩，小恩都没问题吧？哈？啊
有什么要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就看准备要分队喽。好，加油！让我们随机分队。哎耶！哦，你哦，哎呦，哎呦，这鬼手爬爬组，哎呦，那个蓝色很凶哦，蓝色很凶哦，哎呦，鬼手爬爬组到底是什么？鬼手爬爬，鬼手爬爬，就让我们各奔东西。我把波波拉下去了。音乐爸爸，音乐那个小燕就交给你了。我们是什么？灰色吧？你猜啊？他首先有色盲的问题。没有，好。哦，你有，哦，你有，哦，你有。我记得繁星也是鬼手啪啪的吧？哎，对啊，我们真的是鬼手啪啪呀！啊、真的是鬼手啪啪。哇，好猛哦！哦，你有。我想反问一下，为什么那一天要投我？投你什么？啊，你就画，我没有投你呀、啊。我也没有投你、啊。我那天是投隔壁队的呢。是投垃圾吗？哦、原来是我自己被其他队的投掉，是不是？哦，原来如此。投你的是杰克吧？投你是杰克啊、哦，我们这一队就杰克投你呢、啊，我都全部投对面的、啊。哎、欸，杰克叛逃啊！对啊，你看你还来指我们其他人，明就是杰克。对啊，没有，我相信我一直相信我们鬼手爸爸可以很厉害。你哪有？你刚刚说为什么我们要投你？你们已经，我要帮你把连胜拉下去了。没事，没关系，我可以到第二名就好了。哦，你有哦，我们慢慢玩嘛。什么？看一下，六只沉思酷速爆股票三个，攻击捡到金锭的高兴朱布里。红色蘑菇，我感觉红色蘑菇，红色蘑菇，我们可以，我们要不要先那个、啊、做一些简单的，然后我们就先农资源，对吧、啊？好，我说隔壁有红色蘑菇吗、啊？对啊，我们来打蘑菇。直接交了、哦，可以可以，做个斧头就可以去砍了。对啊，我说我在打了，我在打了，可以砍爆，砍爆！哇，我觉得这前面就打怪沉思有点难哎。不然你们上次就是打一打，打到分说送光啊，打到死光啊，很可怕啊，上次真的送分送光。对啊，我们就打香菇，打香菇 ，Hugo 香菇。唱歌，秀才 ，N 三 ，N 三，哈豆 ，N 三哈豆，哎，那我觉得我以后老了一定会就这样子，哪样子 ？N 三么？给我跟小朋友讲话，就是哎、欸，我静静哦，嘿，是很喜欢龙生，嘿，龙生 N 三呢 ，N 三呢，模组哎，对呀、啊，迄、那个 Cody 帕。好厉害！好厉害！爆掉了！我，他们完在完成了，我，没完成了。四个，放副手吗？啊，拿按什么？按什么？副手按输，放副手按输。有，交完了，交完了。想跟我斗？想拼呢？真的，差一点就被拼走了。我可以农资源吗？太好了！可以。我去拿甘蔗。好，甘蔗的台语叫什么？甘蔗，甘虾。完了，这一台是台语台，那些马来西亚什么香港的完蛋了。香港人要爆炸了。马来西亚应该还好吧？有些听不懂啊，有些没有啊，有些有、啊、哦，对，那个、对啊，我看那个卖东西的那个，哎。哎、欸，他真的很好笑呢、欸！卖鱼哥嘛，很猛哎、欸！啊，真的很猛哎、欸！哦、啊，我先挖下去，而且很多广告哎、欸，不找他不是吗？台语台不错啊，马来西亚人哭啊！不要哭啦，不要哭啦，没事的，没事。我们凡事学语言都是先从最坏的开始学。我人像歪歪的，是因为我做歪的啊，有什么问题吗？怎么了吗？不行，要坐正啊。不行，坐正好不舒服。哎、欸，我也是都会坐歪歪，而且我会翘一只脚。对啊，我现在是两只脚能跨在椅子上。我就是盘腿盘在椅子上。对啊。我们坐姿不良就是这样子真的。那骨盆都会歪歪的。嗯，
你们是去按摩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死了。对啊，放松、欸、肩膀放松。啊，要多松，要多松，叫你放松，不是全身软下来放松，很难拿捏呢。我在往下挖。每次去按摩完，我都想说，我要痛定思痛，我之后一定要好好做，回来第二天又盘腿盘起来。然后又盘腿盘起来。哎、欸，我这边下面好像有洞哦，有僵尸哦，僵尸的洞洞，僵尸菜。哦牛。哦牛。牛。哦牛。僵尸的嘿嘿，僵尸菜。哎、欸，好像是废矿哎。废矿。这么夸张？我多一点，我多挖一点石头下去。每次到后来都是缺木头，缺木头一定啊！我黑哦，哎，挖到洞了。哦、想到有一届就是 Bobo 在那边，哦，就不提了。妈，没有给我带石头下来，挖石头，没有带木头下去啊，讲错了。都给你，哎，等一下，你帮我做一把剑啊！你做吧，你。好，啊、给你一半。哎，那只油死掉了，哇，很好啊，怎么了？有油怎么了吗？你跟他很熟、哦。有油哎、欸，我一颗苹果。哦，你有捧个？对呀、啊，我一颗。另个。哎、欸，那个没有煤炭。对啊，没有煤炭。那边有一只那个、哦。哎呦，枯工鼬。对，他是那个枯工鼬。枯工鼬，没有他突然冲过来，很恐怖。我打。还有他是我们一起打。很暗呢、欸。那、啊、所以你为什么当时要叫鬼手爬爬？小僵尸，小僵尸啊！小雨啊！我回不去啊啊啊啊啊！小雨，对，他打我，快打他！他打我哦，打他了，很危险，先堵一下，很痛哎、欸，痛爆哎、欸！对，他是拿斧头的。你我所有在打那个、啊、蘑菇啊，所以等一下要不要做蘑菇汤喝？哦，啊、白痴哦、喔，这蘑菇汤没有回血、啊，白痴，对不起。哎、欸，要打除藻，除菊吗？还是除菊？我把那个危险的洞堵起来了。好，你先堵起来。我们先找一点煤炭跟铁吧。对。哦、啊，我先往下挖好了，去先往下挖，看能不能挖到铁。先略过它，你先略过。对，小雨先小心。我去其他地方找有没有露天的铁跟煤矿之类的。嗯，露天的玩家。露天的玩家。哎呦，我这边有煤炭，没有，不知道有没有铁。给你哦，我打你哦。露天咖啡没有找，没有找，没甘蔗。有，繁星那边有。有，我拿了。有香牛是会掉啥？香牛。香油啊。香牛。就掉牛，还跟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很没用的。这里有黄金牛。黄金牛可以把它绑架。为什么？它有什么东西？它会生那个金金金粒的、啊、金粒、欸。有铁，小雨，我这边有铁。好，我先把这只牛埋起来。我从来没见过黄金牛、欸，你是陨月是不是？不是啊，他们要被人家捡走，不是很浪费、欸？他们要完成那个诚实，诚实哪一对啊？那么拼，杰克啊，巧克力什么的，然后他们要先弄个水桶之类，然后就一直倒之类的。说不定他们就是绑架诚实，绑架僵尸。我们先烧个那个。烧个盾牌，我们再进去那个洞。好，你先烧，你先烧。我在地表晃一下。找，我想找南瓜。要找南瓜。因为上次用铁巨人打还蛮快的。对啊。打到僵尸王。哦，你们用？哎、欸，我这里有小雏菊。那时候是刚好遇到那个，哦、就是村庄嘛，又是继续生铁巨人。嗯。然后就打那个僵尸王，他就是。怪又清得快，然后就是打 boss 也很快，就是最后一下我们要、哦、你叫他帮忙打哦。对啊。哦，酷哦。可以，你可以做那个蘑菇汤汤，我这有四朵雏菊。好，我先下去那个喽，挑战。挑战什么 boss？ 挑战副本。挑战洞窟。挑战洞窟。我们标题今天不是魔法金属，今天是。奖金挑战赛，魔法奖金挑战赛。我很久没有开那个虚拟信箱，对啊，因为开起来卡卡的，我就不想开。不知道为什么就卡卡。因为你卡卡的，总之跳帧。是啊，就是换了好几个城市，我都觉得就是动起来有点卡卡。你说玩的感觉还是看的感觉？看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看记录档的感觉。哦。
那你就不要用身体扭的、啊，只要动动嘴巴跟眼睛会闭就好了。把眼睛投。嗯，我就想说算了。哎、欸，反正现在如果想看，可以十一点到一起看我。直接看本人没关系。你看他很歪，啊、超歪。嗯，对，他超歪。哎、欸，白痴哦、喔，他怎么可以突破泥土打火啊？智障！你又怎么了？荧光羊。荧光羊会掉荧光粉，你可以打一点，搞不好会有那个荧光石的那个任务。然后在他旁边待着。我这边有洞哦，空气污染。啊，你碳哦，不是碳，你的铁放在哪里啊？放在我身上。等一下，我先放在我身上。哦，他们互射事件。啊，那不是。有，拜托，你先射他，有帮我解决掉。Nice, 光阳是自己会掉，还是要去扁他？它自己会掉，它自己会掉，或者是你喂它吃的，它、哦、生吃的东西也会。哦，你吃羊肉吗？它怎么会吃羊肉？吉娃娃，你吃羊肉吗？有啊，不是荧光的哦，光荧羊啦，好难听哦。光荧羊，光荧羊，哎、欸，还有，他打我，对啊，左右两边都很黑哦，小心哦。好，还有煤炭吗？好了，我要走了。右边有。哦，这有个、欸、这个不是哦，这他不会回血，嗯，他是假的。苦力怕，后面有苦力怕，小心我先让他爆、哦。好，你先让他爆。爆了，我来了。有。死猪。反正你要来跟我们下面拿铁。哦，这里有铁，这里。我要回去了。左边有铁。找不到南瓜儿。南瓜儿。嗯。哦，这边还有一只苦力怕，小心。怎么了？怎么变晚上了啦？哦，因为那个有暗影珠，那个猪猪有猪猪。哇、啊，你们怎么比我还熟这游戏啊？我们不是都差不多同时候玩的吗？为什么你都那么熟啊？差不多啊，没有，他有些那个猪猪啊。对，下面很多铁哦，我们可以在下面。有这边也很多煤炭之类的。想说天色还可以，我那个时间抓的刚刚好。真的，结果一个砰。一个事件、欸，他们那个打城市这样子很好哎、欸，很快啊！哦，本期来了，可以呼救了。如果有问题可以呼救，我直接先呼救。我怎么突然天黑了？过完的麦块不一样啊，怎么突然就天黑了？说好不十分钟吗、啊？对啊，怎么突然就天黑了？真的很奇怪、欸。是开场有送钻石手抽石抽什么之类的吗？怎么这个游戏没有？TK 八八八呢？对啊 ，TK 八八八呢？哎、欸，小雨铁给你交给你烧一下，我去。好。哎、欸，地表的我拆走了、哦。嗯。好。你找到我们的洞吗？找得到啊，那么明显。哦，这种明显。TK 八八八这么好用？就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洞啊，那么明显。啊，当然了，我们要骗人家下来。哦，是呢。是啊。对呀、啊，嘿哦。哦你有 ，OK 哦，嗯，这里，哦，我想回血，想半血，这边啊，来啊，我蘑菇汤、啊，来啊，回来啊，回来喝汤，你给我回来，来来了来了来了，我还有红蘑菇，回来喝汤，光就把它合在一起啊，一起坐一坐，我差点想说我要吃火把，等一下。你要吃火把？嗯，饿了。来，给你。然后一朵花是不是？没有做过厨具、欸。你猜怎么？就是把它三种一起放上去啊。对啊。哦。它变成神秘的汤还是什么？哦，可以完成的耶。哦不，还没，肚子饿，不能吃。跑一跑。跑一跑，我去消耗的耐力。你说耐力吗？对，不要讲一些很废话，让你消磨你的那个耐心。耐心？不是你。嗯？哎、欸，你今天一大早密我，真想说问号。哦，因为嘿，好奇。我一大早就密 Bobo 说，哎、欸、，Bobo 你多大？然后你是什么科？因为我记得你是小我十岁嘛。我忘记了、欸。对啊，然后去翻你 FB、嗯、哦，对对对，小我十岁啊，这样说好奇你的科系。
想说你是传讯息传错人吗？因为你的开头很像就是好像聊聊跟人家聊过了，你知道吗？对啊，就说哎、欸、啊你啊你是多大啊？你读什么科系？啊、就很像交友软体的那种，有没有？啊，超怪的。啊、我说，其实我们是。我们有传出去，我们有熟到这样子要问吗？不是，应该是说，我以为你会传，你传错，我想说你是问别人吗？你知道吗？我说，因为那个口气很像，就是很像就是人家聊一聊，哦，就是哎嗨，突然传错人的感觉，对，前面聊一段了，突然聊，我就回收了、哦，我跟你讲，哦，错评了没有啊？没有啦，拍谁啦？错评了，不是你啦。哦，原来不要知道是我，偷穿一件衣服。就比如说什么，突然传说什么我爱你啊，对不起，传错错屏，那种感觉。每次传出去，发现都一直已读没回去看啊，不好意思啊，传错了，传错了啦，没事啦，没事。我记得以前有那个很流行，就是配对，然后会有那个随机的人。那个视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哦。你说那很久，那我们高中的时候，对，那时候就会乱玩。然后如果在很奇怪的时间点的话，就会有一些很奇跟可怕的东西出现。哪有很奇怪的时间？我们正常上课时间的时候，滑到一堆奇怪的，真的假的？人家滑到国外的都很奇怪。哦天哪，那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小小阴影哎。你是被要求开视讯？教室里面一起玩啊？就啊，你是被要求开视讯哦？我会有阴影？没有啊，就是，因为他那个软体就是主打你就是视讯，然后你就是左右滑，那你就会滑到别人也开视讯这样。嗯，就是随机连线的那种感觉。哎、欸，我前面有岩浆哎，到几层了？我到12了，到11层。我很怕岩浆在这边、嗯啊。到了，不会啦，11层才有岩浆啊。对啊。哎、欸，有在一层啊，在一层啊。他这个岩浆在十，那怎么会这样子？哦，好特别哦！这个岩浆很奇怪，好特别哦！很多铁，挖起来，小心哦！我们没有那个 SP 动作哦，小心！完了，你们这些哦，没有捞到水啊？对，忘记捞水，我做好铁桶了啦，可是还没捞水。现在晚上，而且会一直晚上哎，不去啊？我们地表马上捞，马上下来啊！对，没有人去打那个猪猪，就一直都晚上哎、欸。那、哦、这其实这样对打怪哦，白闷呐，白闷、啊，你回来、欸，你回来，来，李欧，李欧，李欧，第七届，我不要肩负这个重任，会啦，他们一定各队哈 ，What you diamond？ 哇，四颗，哦，玉米也有四颗。四颗，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哦，来门哦哦，来门几颗？哦，来，我又等来，换你了，换你了，换你跳一下成就，换我了，是不是？幸运小雨来吧，哦欸、好近哦，两个不同的坑呢。对啊，什么一个 chunk 一个坑都骗人的，骗子、欸。没有，搞不好他刚好就在两个 chunk 旁边。F 3加 G 嘛，对不对？这八颗你、欸、没有啊 ？F 3加 G， 你看一下加 G 加 G。欸、是哎、欸，刚好在隔旁边呢、欸。哎呦，误会了。哎、欸，我们东西拿下来好不好？拿、哎，我去捞个水，我去做个水桶。哎、欸，那哎、啊，来，我水桶给你。好、啊，我想要回血鞋。哦，你上去了吗？我在下面。来，好嘞。我上去把东西搬下来啊。哦，好棒哦！哈基你好忙，哈基。哈基怎么死的？哈基死掉了。哎呀，分数，哎呀，怎么会这样？太可惜了。哎、我们鬼手爬爬要鬼手爬爬的方式讲话。没有，这是波波的讲话。对，波波你好棒哦，波波哦，好棒哦！最近在找那个高飞的配音要如何配，因为高飞真的很难配。哦哟，这就哦哟哦哟这种而已。哦哟，我只会这个而已啊！可是他讲话我就没办法了。他的讲话真的有点难，很难啊。对啊，不像米老鼠，米老鼠还比较好配。对啊，哈哈，大家好，我是米奇，神奇有没有配？我神奇妙妙屋啦，米奇妙妙屋啦，神奇妙妙屋。来，我们要来喊哦，土豆，喊什么？哦，土豆。哈哈。十岁啊，不是。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学说那个什么，王杯杯跟米奇在聊天，我想说一个人至少无聊的话可以这样子玩嘛，那就逗观众笑那样子。嗯，臭白痴，王杯杯。红贝贝，好
好难哦，他想要加入王北北的声线哦，我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悲伤。不会啦。悲伤吗？真想王北北也不是个好事啊。不会啊，很有趣啊。王北北很好笑啊。欸、白天了、欸。啊？我也有、哦、白天了吗？对啊，白天了。诶、欸，正常来说，那只怪还在就会怎么不会？对啊，为什么还是被消掉了？被消啊？你说每一个阶段结束吗？对啊，可是每个阶段结束要、哦、啊打一下就不开心，谁打一下就不开心？哦，好棒，有铁，好棒、哦！我记得每一个阶段结束就是会清怪一下，对，会清怪，会清怪。那有可能真的被清掉？可是这个阶段还有将近多久啊？还有很久哎、欸。嗯，不知道哎、欸，很神奇耶，神奇异常，不然就有人去打他吗？嗯，那是神奇异常，神奇异常，神奇，太神奇了吧？超神奇，神奇妙妙，神奇妙，神奇妙妙。哎、欸，那边是哦，把路挖掉了。然后我就是好奇去找高飞嘛，找不到就找米奇。他说教你如何使用。什么米奇配音之类的，他就讲说、嗯，这个声音除了能配米奇，还可以配曾志伟哦。他叫红武是曾志伟，这样子，有我照相的。我的天哪！我就嗯，好吧，那我就专攻这一块好了，就是米奇跟王贝贝这样子。天哪！他叫红武，他叫红武是曾志伟，就这样子，我觉得好。好棒哦，就这样子，好了，这就是一个声音可以配两个人。对啊，我可能按 R 要整理包包 ，Oh my god， 不能整理包包，我想要整理包包。哦，五分钟，亮度计一下会有抗性跟力量，是哦。叫我们就是在洞窟探险不要插火把。对啊，至少会有抗性，先把自己埋起来，来再来打，对。啊！我看不到，我看不到，这样子这么算亮度计一下哦。哎、哦，这边好亮，欸、有岩浆。哎呦，你怎么也有钻 石了？对啊，又有钻石。你没有钻石了？对啊。小雨啦，小雨有钻石啊，不是我啦。一二三四五颗。小朋友们，你现在哎干嘛？去五颗是，请开始你的发言。小朋友们。不是，我说钻石有五颗，那小朋友谁那边有钻石呢？谁的身上有五颗钻石呢？很好，太扯了，真的太扯了，什么全部都交给米奇吧？嗯、太扯了吧！好烦，哎呀！哦，小雨你好棒，小雨哎、欸，怎么上去啊？找不到路啊？哦，找到。在那个我刚刚、我有钻洞，我先做无限水源起来。你有无限水源了、哦，你有两个哦。他有去捞啊。你是不要卡扎贡的呀？我在那个旁边，刚刚旁边那边用那个了。好、哦，我来了。来了，来了。哦，挖开。哇，是钻石！哇，是钻石！无限水。小雨，你等下拿一桶哦，我放那个。要不要先盖地狱门？嗯，那我们去地狱嘞、欸，你可以去捞 啊。旁边捞一捞，直接盖就好了。对呀、啊，先铁装吧。哦，好。你也不做个金东西什么之类的。对，没有金。忘记现在是可怕的地狱了。我今天直接被打爆，被打成猪头。哦。我会有骷髅头。欸那边曾经发生过命案吗？哪里？苦力怕的脚边有骷髅头。哦、oh. ，我把怪物声音用大声一点。喂，对耶， oh. 我要玩轻松生存都弄好小声。我的敌对声超小声。后面超多岩浆的声音。我这边有洞洞。超大岩浆火，汪洋大肚子什么任务？他怎么掉唱片？阿蝙蝠不是掉唱片吗？让枯工把他射死，没有啦。
你在捞东西？我听到捞东西的声音。我听到浇水的声音还是什么？对，隔壁有人吗？哦，是波波吗？不是，不是，不是。啊？可是我也没有哎、欸，是有人在附近啊。我、哦、好危险哦！怎么不会饿啊？你去烫一下吧。前面按你。有抗性啊，勇者。哎、欸，我看到那个了。青金属，好好挖。这有另外一个洞，看要不要一起来。不是你这个洞是 BOBO 是你吗？欸、白痴哦、喔。是，那不是我，那不是我。我都不知道这是谁。我有看到一个 ID 耶、欸。哦，小雨。是我。我看到一個 ID。看到 ID 不是自己人吗？我看到别人。现在看得到。目前看得到是自己人啊。啊，可是我们两个窝在一起耶、欸啊。对啊。啊，我都搞坏了。那、啊、你记得东西？昂贵的东西请带身上哦。哎、欸，怎么了？我不知道，我东西突然有一个东西掉下来的声音，吓、哦、我一跳。要生气？不要生气！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要气而已。哈哈哈哈哈！哦，我都饿了，我饿了，饿了，饿了！不要凋零哦，我会生气哦。不会凋零吗？又不是拿一個、欸、不会，那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又不是随机捡的。我已经被我那个药水吓到不行。是加什么才是凋零啊？那个啊，雕灵花是那个吗？不是啊，雕灵花不是，是那个什么？哦，雕灵花不是哦，铃兰吗？哦，铃兰吗？铃兰，铃兰满目。哦，这个成语真的有够难念的，铃兰满目，铃兰满目，铃兰满目。那南港展览馆有比较好念吗？南港展览馆。哎、欸，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每次都看到他，哎、欸，你讲南港展览馆。你也想错了，你直接讲南馆展览馆，你还想笑人家啊？就是笑，就他讲话真的是就是臭泥蛋，你知道吗？直接讲一个臭泥蛋。哎呦，啊，行动，拍打，铁铲拍打，猪不瘦，猪不瘦。哎、欸，我们可以去捡这个、欸，捡到金，对啊，我们可以去捡金布，或是金钉。哦，后面怎么生苦力怕、啊？哭啊，哭啊，是啦。哎呦，我是我，来喽来喽，等我一下啊，我们可以去地狱了。我现在有14个黄金，那就是、哦、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帽子啦，哎、欸，鞋子啦，脚比较便宜，然后一派一个人去就好。你说，哎、欸，可是他如果开心的时候打他会生气吗？谁开心打他？把他关起来，我们把他关起来。哦，我们就是一个人不穿，就任务啊。任务不是有那什么攻击捡到金钉而开心哦，朱布林四次。他捡到的瞬间是狂砍他，不是吗？对、啊，对啊，狂砍他就好了。啊，因为、就是、他对你有仇恨的时候，你 Q 出去，他就会那个、啊、视线转移去捡了、啊。对，也不用 Q 啊，你直接捡他就好了。哦，是啊，比较快。对的。那对地狱就拿金钉啊，他们要去地狱了，他们要去地狱了，要开刀了。该去了。可以去啊，可以去。你们还有铁吗？我没有装备。我没有。没有。我没了。哎、欸，带回来了，再烧了。你先捞水去弄门吧。不用不用。有不有？有没有听到？有不有？我看一下、哦。有没有铁桶啊？你怎么是这样子？你这样浪费能量哎！就两个啦。哦，你好棒哦！你好棒哦！哦。哦哦，你好棒！你水怕？哦，好好好，我想说你要直接倒水。对，没有啦，没有。毒蜂？什么？新东西耶、欸！好恐怖、哦！恐怖死了！这个击退。哎、欸、啊！你为什么挖掉？你为什么挖掉？没有啦，这边啦。是的。他刚夸奖你，安尼啦，安尼啦。对啊，你是瑞、一个老岩浆，一个我放水。哇不，那我老岩浆哇，你没逻辑。来，你在干嘛？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一，没有，你先到，你先到，你先到，我再放。啊一二三，三，有啊一二三。哇！奥尼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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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好，等一下，等等，你要放哪个？你要下面的还是？我的岩浆不见，我的岩浆没吃了，等一下。好好好，你要放哪一个？你要放哪一个？下面。好 ，OK。来，然后叛逆有没有？这里。哎！快点
来，快来！好啦，你放上面，你放上面，你放上面。要被冲走，要被冲走了！来一二三，好啦。有历史吗？一二三，上面有，上面有那个、啊。放隔壁，放隔壁，放隔壁。他说有白痴。有啊，这边有历史，我刚刚看到。有，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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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这群人、欸、要做那个啦，铲子比较快、啊。上面你往上走，就上面有看到历史。有啊，头上头上头上。我们头上。哦，这里有这里。这边这样。哦。一群人。我先做个内内。这个猫猫，我去惹他生气好了，然后你们先看。惹他生气？为什么要惹他生气？他开心而已啊！他要开心啦，他不要生气了。哦，那我们就是直接绑架一只，我们就直接绑架一只。你们做打火机了吗？还没？还没？没有没有没做。好，那我做。好了，走吧。等一下我先把该有的该把东西都带走吧，我怕我们等下出来在不同地方。哦，昂贵东西带走就好了。昂贵的东西，这个会回血的，会回血的。裤头贴贴的，双袜贴贴的。他没深入了。对啊，因为我刚看他没有在盖那个。对啊，那走走。我走了。哎、欸，我的铁爪了哦。他们在碾压蜘蛛。我走了，我进来了，这边是。龙岩史莱姆的，哇、啊，完了，那很可怕哦！小雨小心哦！真的要吗？真的要吗？真的要吗？啊！我们刚刚找那个、啊，哦，这里很难找呢。哎、欸，上面超大只的哦。对啊，我们多好。哎哎哎，这里很难找到那个呢。哎、欸、哎、欸，他跳过来了，他看我，他看我，我盾挡着。哇，我盾爆了。怎么爆那么快？他刚有那个吧，苦力怕有爆吧。好，小智，小智，小智的还是会烫，还会烫哦。小智还是会烫、啊。哦，很可怕哎、欸，超可怕。我先赶快做一个那个盾牌，看一下。这边感觉没有哎、欸。哎、欸，这边还有一只，看一下。太大了吧！这个如果超大，完全找不到。我们简单的吧。对啊，1500吗？对啊，就是看一下，看我重置，我看。哎、欸，玄武岩这个挖一挖就可以接。好啊，是这个玄武岩吗？是黑石吧？这是玄武岩、啊。哦，那来啊，来啊，来啊！挖一挖，这是玄武岩哦，太幸运了吧！哎、欸，又有一只过来，又有一只过来了。哪里？在哪？上面头上，头上正头上。我不理，我就这个挖就好了。哎、欸，我的稿子爆了。要几个啊？50个。我有16个。副手吗？对，副手。我们要不要拼一下？21个。凭什么？我们卡凭什么？就卡在最后了吗？再看起有什么任务？可是他们也有人进地狱哦，这些进地狱应该都在附近。对呀、啊，嗯，主要是这个玄武岩太大了。这个他每次只要是玄武岩地形，这个环境太大了啦，好可惜哦。那我们过去可能会冒着生命危险过去，又要冒着生命危险回来。对，没有，而且我们都很惨，而且这附近这个太多大只跳跳了吧，很可爱。哎、欸，你们有棕色蘑菇吗？我要喝汤。我有，在我身上。看哦，迪叔受伤了，迪叔受啊没了，可恶，没了。哎，不然他有什么比较难的、啊？2000的。哎、欸，我看不到任务哎、欸。就住不爽、啊。白痴哦、喔，抱歉。被接走了。我没有我们，你拿在不少对不对？哦，对。那我们回去继续。不好意思，我们回去。抱歉，我点到输了。好的。我的剩1个板。刚看腾腾鞋在扣。好笑。对啊，我们家，我们看等一下有谁会过来，有谁过来。哎呦，好笑。没关系啊，啊真哎、欸、真的可惜这个地方了。对啊，他之前不是一般的。地狱。对啊。哎、
欸，不是啊，通常那个不是都这样算幸运吗？不是通常都是会在附近而已啊，怎么？嗯，好像是生在什么看到他们发光的一个人，红队的应该是，是吧？是吗？在哪里？在刚刚我挖钻石的地方。哎呦，那在很旁边而已啊！他们是不是提早出来了，然后就从我们这个出来？哦，没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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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点距离，应该就嘿比较远。哦，因为我们在到相对应的位置哦，所以不会有船。对，除非就是很近呢、啊，门如果很近就会。对啊，要100格以上。哦。啊、你看还好吗？他们还在里面哦，还好我们走了，还好我们走了，哎呀。预言家，预言家，你们都是预言家、啊。看来他们应该也在同一个地方。对啊。好，我们继续挖钻石，继续挖钻石。白痴。嗯，看一下。太神啦！我他妈在打你鸭子。现在。哦，我看一下。我在看，等一下有人。团团剩一滴血，露米剩两颗半。欸、我刚刚那个盾真是直接爆哎、欸，没有开玩笑的、欸。我看到你傻眼、啊，怎么是爆掉的声音？对，我想问你怎么被这啪啪两下，然后就砰，直接爆掉。没有看到吧？我是听到了，没看到。我听啪一声。我如果是想说，我至少还突然就爆了。超级留言，我要帮你感谢。哎，对，还是要还是要挖那个挖什么？对啊。对，好吧，那我先走。我们现在有几颗？这样总共几颗钻石？我四颗，13颗，13颗。对，啊、父母才剩下13颗，对吧？减4颗，减四。对啊，因为一颗做最后的那个嘛，打完死了，然后3颗，我才看到有。气一下，我们现在又有多3颗了。哎呦，亲一下还不简单，我马上挖。但是在结束的时候，我知道，我知道的。我就在七层挖。那我们在七层挖而已啊。我就挖。哦，免费送是不是？对，免费送。嗯，对啊，他就送一个。就是登录就送，这就是那个刚刚说的补登录补偿。对对对，他补偿了，补偿了。先做稿子。啊哭啊！对，我因为史莱姆攻击是6点哦，啊自己也死了。你看，其实上一届开始我就觉得不想要做那些危险的，想要安安稳稳的玩和平模式。我的世界只有和平模式了。有，我们现在也是和平模式。七成应该七也是。想要做奴？欸、对，做奴吗？有剑，有线，我有2根线。我有没有、啊、我放在箱子里面，那就是我刚拿的那2根吧，我刚箱子拿的、哦、那就是只有2根，这样可以做几个半线钩，2个半线钩，半线钩一次做就是2个了、欸、对啊，半线钩不用线啊，白痴哦，这不是卖块小肠卖块小肠是，而且半线钩一次做就是做2个，对啊，哦啊，这样我们这样可以做就一把2个线一个半线钩嘛、嗯、我记得，对，哦，已经有人在第七层了，想我挖不到铁了耶，酷酷耳太低了，这个层数太低了，对啊，这个层数就是你看大家都来做 YouTuber， 然后就是都抢了有没有啊，快到了，小野我来找你啊，来你甘蔗有啊，甘蔗不是在我这啊，繁星那边，哎、欸、不对，不在我这了，这是哦，在我这，在我这，在我这。哦、好，我们钻石集中，钻石集中，小雨给你。好嘞。啊，你集中啊，你就在你走去的路上。没有，因为我不想给我啊。他叫你去捡啦。哦哟。我们集中，但你要去捡。哎呀。哦哟，团团休起来了。地狱好危险呀！地狱太危险啦，不要去地狱啦。恐怖死了。恐怖死了。啊，回11层了。完了。我也回11层。不要再7层了。因为我们可以挖到整套，什么都挖不到。靠你了，你可以挖金宝宝，你可以挖金钱。哎、欸，注意哦，会回缩、哦。有，我知道，有点回缩。有回缩之后把我钻石吃掉，哎、嗯欸，本集我钻石被吃掉了。我上都没有哎、欸，他刚才有丢给我一颗。对啊，刚回缩什么都没了。
啊，我又回缩了，啊，我又回缩了，丢给你之后，哦，我又回缩了。然后他直接先清掉你包包的东西，把你包包全部清空。清掉你包包里面有关钻石这个名字啊！你身上怎么十三颗？我刚挖的，十二颗，十二颗，挖得来啊！我要钻石，我不要青金石，我想要铁。资源方向不行啊，就很恐怖哎、欸！现在随时都有人会出没我们的地方哎、欸。对啊，而且死掉也会喷东西，用水会，所以在岩浆附近死掉要很小心。我们现在没办法用恢复药水回来，对，不能把人灌起来。对啊，然后再做一个铁桶。哇，黑曜石！哎、欸，刚才挖几颗啊？一二三四七八九十十一颗。哦，钻石！干嘛吓死人？更多的钻石，更多的 diamond。I'm rich, we rich, 我们很 rich, 很力气，很力气，很力气。还有铁，哇，真的是大发财家，爬薰衣草，大发财。你打造了知名地标，多钱？三颗，三颗，三级的，三级的。上起来，上起来！拎得起，拎得起，唔通老肥。哎、欸，完蛋了！干嘛？又怎么了啦？怎样？然后人家会不会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你在唱什么歌啊？我怎么会唱？哇 ！Oh my god！Oh my goodness！Oh my god！Oh my god！ 怎么会唱这歌啊？是什么歌啊？我都没听过。你们为什么要这个语气？学你的啊！Oh my god！ 是废矿吗？哦、oh, ，是废矿耶！哦、oh, ，是废矿。你的铁要满满满了，我已经满满满了啦。黄金可以满满满了。你们要来吗？好，我来了。就是往那个一样，我刚刚挖钻石那条路笔直过来。好，我们要小心咕啾啾。没事，他那边有很多炫，很多炫，哦、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做奴，对，就可以做床，做床可以做很多线，你们这样就不会吸到血块哦。杰克真是聪明，哦耶，哦耶。小雨，那我们准备搬家吧。等我这边挖完。哦，我先搬走，刚好在这边挖一挖。你来差几颗 ？Oh my goodness！、欸、就再一颗吧。我来了，我要挖什么？来挖，挖完了，挖完了，挖完了，最后一颗、哦，最后一颗。我们过去吧。没有算错吧？七加四，对吧？哦，要修嘞！哎、欸，别，不可以游，不可以游。没有那个自动跳跃，让我往那个水结束之后，我往前面差点冲到岩浆里面去，吓死！有人找不到地门坐标。太可可爱爱了吧！我还有四个金，四个金。走，我身上有刚捡到的四个金。对啊，刚那个烧的。哎，往前，往前，往前，过了那个鹅卵石。哎，对，很棒，很棒。来左边，左边，左边。左边好，我继续走。OK。哦哦。哈我刚一阵火把乱插。我想说。二零退散，走哎、欸，他们晚上压完压好猛，不是超好笑，三个一起哦，超白痴。等下是这里吗？等一下，我笑到不见了啦！等一下啦，笑到不见，我觉得是右边哎、欸。哪边右边、我觉得是右边呢、欸。不是，我刚是有挖到底，然后往旁边走一段路。哎、欸，这边是你白痴哦、喔， 你带路哦，波波，你怎么乱带路啦，波波？我就说好像是右边，你就不信、啊？你就带路，你走这条路的、欸，你刚才差，你刚才差火把吓人呢、欸。我那是叫，我说给我个信号。我们先把无限水用弄出来。啊？怎么挂在那边？繁星还好吗？挂什么？是网络不好吗？还是会回缩？啊？怎么了？他说我挂在那边啊。挂在那边、啊。我刚看，看你在那边。哦，我们这边是新据点，新据点。对啊。新据点。
先把无限水弄出来。啊，先做一把剑。先做一张床。船，一艘船。直接做那个啦。你们要贴吗？我有，我有，我有。剑吗？我有。啊？我想说，不是做衣服比较划算吗？剑不是差不了多少。对呀、啊。求点铁。等一下，等我拿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要箱子啊。箱子。哦、oh, oh, ， oh, 我来，我来， oh, 我来。哦、oh, oh. ， oh, 好，你来。你来，你搞来，你来，你有搞来，来，你给我过来，来这边。耶、yeah. 啊！也顺便烧一下。这个剑拿去收集。前面就是喽，就讨伐区喽。好，那等一下。好，那等一下。不要做火把，没有火把。哦，你铁这样子放的。哦，你有。哦，你有。哦，莫。哦，莫。哦，莫。哦，身上好乱哦。我刚刚把铁钉穿在身上，我在想什么？铁钉穿在身上。嗯，刚刚插火把的举动，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要在那边嘴。哦，哎呦，但是不可以嘴咯哦，现在不能嘴了哦，天哪！以前的波波还会愿意求我嘴他的、欸、哎、啊，你怎么了？有跑超快的那种哦哦，所以才要坐木船啊。啊你在哪里？在，我刚刚记得你在这边哦，来了来了来了。他打一打会跑走哎、欸，为什么？给我坐下哦。他黏住了，他黏住了，厉害吧？他不会坐下、啊，范格高哎、欸，他没办法坐着啊。他有命名的那些怪都不会做些、啊，我怎么不知道？没关系，你先。我真的有在玩这款游戏吗？因为我之前就是想要打那怪啊，然后他就有命名都不会做。倒数五分钟，这个苦力霸，苦力霸就让他爆，拉爆，拉爆，拉爆。哎、欸，可以打光碟吗？要光碟干嘛？你要放歌哦。我想。要唱歌？是，你要不是说那个副本强化光碟？嗯，哇，悬空的铁轨耶！哦，在旁边。那个是游乐设施。我在悬空铁轨上嘞，旁边是。所以好玩吗？会矿不好玩。一上来就遇到一只苦力怕，不合身。在你热情欢呼、热情迎接。哇不南瓜种子。有了金苹果，有了种南瓜，种南瓜，种南瓜。哎、欸，我发现我黑曜石少一颗呢。再挖，没关系，再挖。对啊，对啊，这样再挖。把我们地狱门拆了。回去就把地狱门拆起来。然后、欸、人家传过来又，人家传过来又再造一种，就是无限产。你就是说标题吗？无限黑曜石制造机。对。对啊，不是真的之前只有人家刷黑曜石。就是他是利用中介，可以利用中介。我是说那个中介，不是那个中介哦，不是波妞喜欢中介。我知道。六千。波妞喜欢中介。那、欸、那我玩点 P 图好了。那中介龙，中介，然后传给团团看。This is for you， 潘纳达团团。哎呦，这个废矿很恐怖呢。哎、欸，我先把你们都有铁装吗？有了。你要？那我先做铁簪。什么东西？哦，怪物变笨。碎啦！碎啦！铁砧我做喽。好。我很危险，这边。这边毒蜘蛛，这边毒蜘蛛，不要过来了。把它堵起来，把它堵起来，把它堵起来，把它堵起来。我有水。你这样玩吗？你要玩毒蜘蛛哦。你要把它直接把它敲掉就好了。不是啊，我哦好啊。怕会有。我倒水，我倒水啊，把它敲掉就好。你冲到边。哇！好了，你看。小雨，他变笨了，快看！所以谁中毒了？五秒，完了！你赶快敲掉他！你赶快敲掉他！他很前面，他很前面。
不是他的那个超里面诶、欸，那就算了，那就算了，我把它放算了，算了。来喝汤，哦，你有汤哦，来，有有有，我有带。吓死我了！等一下，喝一下。我哎、欸，我错了，哎、欸，你干什么？我要吃工作台啊！不是的，弄错了啦，我要放。封起来的地方就不要打开了。好好好。哎、欸，阿伟，红色蘑菇嘞？哎，是不是无啊？在我身上，在你身上，来。我刚刚有开到颗金苹果，不想喝啊，不想吃。没事啊，先喝汤。不想喝。对啊。哎、欸，那边有一只枯弓，小心、喔。我读好了，那边他踩过铁轨踩不过来。哦，好。就是把中介，然后把中介龙的龙那皮。来，汤。我去，我们再转移目标好不好？再去把换一个地方啊。不是，刚刚是想多敲一点蜘蛛线的、啊。对。我刚想说他就在转角，就是那个，结果在超里面。我想说你怎么都没看到就叫我冲，我就哈要冲啊冲啊，好，那我就走了。他、啊、怎么受伤的是我？不是，他不是说变笨，我怎么知道直接全部冲出来？他怎么那么聪明？我要打本机、啊，本机为什么怪物变那么聪明？995啊，这有问题、啊。995啊，他不是会变笨吗 ？bug 游戏 bug 啦。想说他很笨，我才敢冲啊！结果对呀、啊，他就冲了啊！就换他冲的啦，我哪在？下一个阶段玩家会变笨，这个东西吧。你的队友会变笨，你队友会陷害你。天哪！哎，我这边不会饿哎、欸，跳真的有用吗？你要站一个点，然后就跳。等一下，九点了，播广告。好，不知道也播一下。我们现在在搬家哎、欸，要不要搬下来这边？对啊。哦、哎、呦！哦，新任务，新任务。什么？不带盾牌讨伐骷髅，燃烧的全队不带嘞，是全队不带，对啊，全队啊，其实可以耶，如果可以的话，试试看啊，找那种无道家之类的，对啊，啊，就让他坐坐船了，五只啊，五只，我们在枯宫有、啊、前面有枯宫啊，可是他被清掉了、啊，对，被清掉了，或是带个那个啊，打火掏机去看有怪物就烧，然后打，宝石之王是什么？钻石哦。两颗钻石，我觉得就两个一起解吧，我就带着那个打火机、啊。我们要在哪里那个、啊、据点？哦，这边好了，这边有，这边怕会有，那就很危险，不补一下吗？那个超危险！我靠，你跑快点啊！我跟，你跑快点啊！我在看另外一边。等一下、哦，我先把我们新据点摆出来。我看 ID 是不是？对啊，在我们岩浆这方向。哦，旁边好像有怪。火热的东西。不带盾。不带盾哦，对你。嗯。没有伙伴，不是那个金矿放在那边就觉得很显眼呢，是不是陷阱啊？看起来很像哦。有一个骷髅，现在就没怪了，烦。都是在别人家去。对啊。哎、欸，这边有一只，这边有只苦力怕，要不要来坐船让它上？坐船啊。苦力怕是什么？苦力怕要干嘛？他说速爆、啊。要不要点起来吗？哦，好啊。速爆啊！就让它燃烧啊！先砍两下，再烧它，再劈下去。哪里狐狸吧？它在这边下面。先坐船吧。等我下去。他在看你啦。在干嘛 ？BOBO。人是我。他看你、欸。我就把我们距离弄得太远了。那、啊、你再拿过来、啊。你。搬家。搬家，搬家公司，欸、使命必达。哎、欸，看我。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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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你好棒哦！等下上去了。哎、欸，我这里有上船了吗？哇，先拿掉吗？
你们先把它买起来吧，先买起来，先买起来。对啊，他是看我麻烦，你把它买起来。哦。好了。啊，盾拿掉，盾拿掉，打阿角。等下，我直接丢地板。打了，我打了。好，打。哎呦！我想打角角。有。应该有吧？有吗？哎，回溯了，那个。哎。喂。啊。喂。我东西是喂？为什么？我们没有完成。我们任务是不是没有那个啊？我没有拿盾牌啊，我也没拿。哦，盾不能在身上啊。对，我放在包包里耶。哦，好，懂了，懂了。你就直接把盾牌，没事。那这边有狐狸帕，快点。好。来。等一下哦。好。好，可以烧了。你烧了这瞬间，然后劈死他。哎 ，Hello， 波波过来，要一起。嗯，会来。他在看谁、啊？他看我，他看我，他晕昏了两下了。你不能点到他，你不能点到他，他是变爆炸啊！啊，那不然怎么杀哦、啊？我就是要点他，然后你把他砍死啊？对啊，是吗？我宝来，他要燃烧你，那反正顺便啊，反正顺便，快，来吧，你烧，你烧，你们打。啊，三二一，哎、欸，没点到、欸。哦，你下去，他仇人不是你。好、啊，三二一。这是拆弹呢、欸？这是拆弹啊，这不是那个哦，拆弹呢？哭啊！对啊，要把它烧起来，让它修起来。那就要只能像刚刚那个一样把它关起来。其实苦力派关起来有点危险。不会不会，就是一样，不要让它脸，不要看到脸就好了。对啊。哎、欸，这有生怪砖呢、欸？哪里？哦、对。哎、欸，苦力派看你们啊！哭啊！等一下，他看谁？看我？他看你看，他看。哎、欸！哎、欸！白痴！哎、欸！刚我修起来了，白痴！刚我修起来了。哎、欸，打教室要爆了你啊！不是你他把他打光光，我是那个距离你也不举盾好吗？哎、欸，我们可以来打这个蜘蛛。你在哪里？我在这里。我看不到，你要不要带上来带我们？哦，欸、等一下我在那边等包包。好，你等包包。不能怪我，好，我道歉。可是刚刚的情况你怎么不举盾？他在看你，我想说他在看我啊，可是他爆炸，他准备要爆炸了哦。好啦，等一下直接打他，他还会升，直接升会燃烧的，超爽的。哦，好爽哦。好笑死！你在刚刚那个我们打来，他过来了，放下，休息嘞。他在哪？我这边，我头上。我大傻眼，到到吗？打不到他。你过来我这。没有，我烧地上啊，他们爬上来。你那个烧到吗？烧墙壁嘞？烧不到啊，墙壁烧不到。我把他先打下去。等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太白痴。啊，砍他。打不到哎、欸。他在里面，有了。有一只隐形的，怎么这时候不是那个啊？拍打啾啾啊，没关系啊，反正都一样。太白痴，还好啦，一次而已，三百分，三百分，还好啊。可事件队友变笨，怎么还没结束？好肥，怎么还没升？埋起来一下。啊，白痴，我这个，嗯。太亮了！有了，又烧了，七十五趴，他们75%。过来啊！哎，隐形的哎、欸，他在上面，等一下，烧得到吗？这样，等一下，为什么烧不到这一个啊？因为他们已经在了，是不是？现在几个？30。他们75了，有人75了。那就只能看他怪会不会升快一点啊？升慢？太白痴了，我还是觉得很好笑。75%。团那个哈基，哈基他们。哎，又来。可以休息。哇，能有水吗？嗯。我多挖点铁，我们等一下看能不能叠装。
快哦，感谢蜘蛛哦，真的慢啊。神怪哟、哦！哎、欸，我刚刚看到箱子，对，一直还没有中能乖，升了冠村二，拿到一个冠村二的，那个魔术。哎、欸，我这边有一只僵尸，是，我后面有一只僵尸，我把它引过来，两只，两只，两只，好好，你要不打、欸，引过来，引过来让它烧起来，就赶快打。哎呦！正在走，正在。你怎么烧那么大颗、啊？那个是尖盾蜘蛛。那这是不是特别的啊？对，它就是打了它亮的时候是会有防御，会无敌，攻击无敌。后面哦，后面两只，后面两只。你先把自己兜起来。你先上，你上，你看你再跳，往后跳。你盾举好，你盾举好，你盾举好。有一起上车。啊！我修掉，我修掉主盾。你是要不要走啦？是要走。打死哦，让他烧死他。要死他！等等，不要下去，不要下去。宝宝，等下，等下，不要，不要，不要。好好好好好。没有没有没有，我先上，我先上。好的。你举盾。好好好好好。其实其实其实，打里面的，打里面的。我打到爆掉。有有。快下来啦！你没有烧在上面干嘛？剩多少？八十五。八十五。差几只啊？三只。差三只。三只。那、啊、我再去引怪好了，我看一下有没有怪过来。快升啊，快点啊，他们九十了啦！怪哦，怪哦，怪哦，怪哦！蜘蛛哦，你是不是在笨啊？哎呦呦呦，快快，里面两只。金盾呐、啊！所以他的升怪机制变很奇怪。嗯，辉煌，他们可能他们被杀死，他们被杀死。你不要再盾了，快点，快点，浪费我时间！别浪费我时间，金盾，快点！我的天，又是金盾！快点，快过来！最后十五，救你，救你，快！加油，加油！有他亮的时候，不是啊，他是不过来呀、啊！我一只小的，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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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成功了，任务完成了！好爽啊，好爽啊！把这火打掉！我的天！哦、有我的天哪！我觉得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不，你的牺牲是意外，是一场意外，是我害的。你的意外。你刚刚讲说他在看我，就吓到往前推一关嘛。他说神怪转也是。对。哎哎，安德，看看看。哎、欸，我在举盾了，我举盾了。有，我感受到了。你跟你讲、欸，我要讲一句话。我因为要打字回你，看到安德，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把安德杀他？你是不是故意？哎、欸，我先回去把东西放着。我们可以开始搞，我们可以开始搞附魔了。不，我们可以做很多把那个奴了。只是剑不多啦，我们看等一下有没有机会可以打枯弓。拿剑上去打鸡，哎、欸。欸怎么了？有僵尸从头上掉下来，僵尸头上掉下来。啊，我们要不要进去一点？我们走到通道里面吧，反正现在该打的差不多了。哎、欸，你们捡到木头哈、哦？我的木头喷了，原木。木头吗？原木，黑橡木。原木有有有有有。好好好，我把亡魂石拿出来变成鹅卵石。来来，没有啊，我有拿就好了。有拿就。哎呦，把刀腰啊！我们。有虎肉，搞附魔，确定要在这里？那就空包哎。那空降苦力派又炸死我们，怎么办？对啊，你要挖进来一点啊。对啊，或者是你要把头顶全部封住。那我们把外这边封住，把这边封了。哦，不过这边还有废矿，还有那个了。会。然后我们还可以点到。为止对吧、啊？旁边的风景哦，对，那个神怪砖里面还有箱可以开。哎、欸，你还没开、啊？没有开吗？没有啊，还没开啊。你走啊，就直接就打回来。你们先围吧，我不知道怎么围。
我陪你，我陪你，过来。我打那蜘蛛打到我的铁剑剩一半，你傻眼。哦，好多猪，好多猪。猪没关系，猪你就。而且就让他生蜘蛛，赚经验。然后我们打，这边生怪赚直接那个。对啊，我们就直接做那个。有，快到了，小影快挖到了。他生那个啦，蜘蛛骑士啦，小心。这也太那个了啊。欸，你那有土吗？土？对，没有，好像没有土。嗯，欸，有一只隐形蜘蛛，哦，没有什么，欸，没有，那个是，都有隐形蜘蛛啊，所以要小心。哦，它是燃烧的蜘蛛，它要修起来哦，不要被修掉。嗯，哪里？它是刷经验场，我们有刷经验场。没有什么附魔术，嗯，没什么，无限一堆骨头。哎，欸，有南瓜种子，可是没有土啊。Oh, 我刚刚在问土啊。魔，okay。 魔，你讲魔？哎，欸，有超多骨头，啊，我们有22根骨头。啊，前面，哎，故宫上面。哎呦，哎呦，你看是不是？嗯，有，我们把等一下我去挖个土，更多骨头，更多。哦哦，不对，那边哦哦哦，超多怪，对不对？你看你，先回来，挖，嗯，就回来了，回来，堵起来，盖家，我皮革放里面了，这个高度啦，你要留脚脚的高度，不然你脑袋会被爆头。看一下，嗯，父母台做了吗？还没有啊，没有那个甘蔗啊，甘蔗在我这里。你可以用那个 啊，我们有皮吗？我放里面了，啊，箱子有。好，那我都放里面。就跳苦力怕。先做。我做个那个，我要来看那个怎么做了。每次都要做一次那个砂轮，烧过的石头。两个木棒，两个木头，木材。两个烧过石头，一个烧过的石头，半砖哦，啊，要半砖哦，所以你要三个。哦，半砖的，有。或是你要做个砂轮出来也可以。你们有人有眼泪吗？哦，可以，我有。眼泪我有。哦，好。那我也要再去挖一个黑曜石。对哦，那你可以回去挖。那边有岩浆啊。哪边？前面吗？看。有吧，那我捞个水，哦，我捞下来。你把它捞回来。每次都是想要怎么做砂轮。嘿，有了砂轮做出来了。再搞个无限水源。我以为你要无限水源，欸，还是我不懂你，哦？不是，哦，啊不是啊。我想说你那眼睛要拿回到旁边。无限岩浆，这样好了。哦，我们有一组多的铁，嗯，这样够。我们要做，你们说做钻石装是不是？然后用铁剑。对啊。好啊，我有一个贯穿二。哎，欸，弄啊，贯死他们。弄啊，贯爆啊。半线钩、木棒、铁木头，我们做几把，做几把弩，做好像可以做很多。反正不是就铁、木棍、木材就好了。弩有了，乱装给焦鱼吧，还没死过。对啊，给你压力。线、铁、木棒。好恐怖哦！等一下，这个水先捞起来。那水先捞起来，先封印，先封印。对，恐怖死了，恐怖死了，封印哦。对，甜美的梦。有做三把弩了，一人一把。还要放多少？哎，贯穿二。贯穿。就是我们可以多弄几把，然后叠在一起啊。哦，也是可以。现在谁先睡？不行，睡。不能睡，到远一点啊！到远一点。
我先叠铁剑好了。我要死咪，我要死咪。嗯，看一下，还可以再做一碗那个回血汤汤。回血汤汤，耐久风雨几度。最后一碗，我付这个比较贵的。不知道投射物保护比较好啊。可是我们等下不是打了那个吗？可是会打人呐、啊，还是我们不打了？打人啊？人没有就看呐、啊，我们就捡星星为主啊。嗯，其实我们也可以不用打人，我觉得。所以不是你要忘记 Bobos 可是第一名哎、欸，他们不会想来打 Bobo 吗？哦，对。没有，我们躲起来啊，我们躲好，躲好捡星星啊。好啊。我觉得，嗯。如给你贯穿二，给你小雨。好，你贯穿给我。那我自己还有一把贯穿一在里面，还是上好糖的。上好糖。对，贯穿我也有贯穿了。贯穿二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差别？是不是穿比较痛啊？不知道。贯穿就是穿两个人。哦哦，就同一条直线上可以穿两个目标。哎呦。哦。哦，都只有保护而已。嗯。你给我敷敷看啊。还有弩吗？还是要再做，再做就好。可以再做，可以再做，还有很多线呢、啊。啊，那我没木材，请放进去。我的木材都没了。好，来挖坑啊！我要四本书，耐久，所以剩十七颗钻石，是不是？对啊。啊，我要把它拿去做钻装。你把它拿去钻，都给你穿，交给你了。呵，等我挖金。嗯。剩两颗，我、哦、没金。剩两颗就是还可以做一把剑。你爹啊？穿衣服跟裤裤。金也不够。嗯。嗯。那我把这个锋利衣放进来。嗯，锋利的什么？铁剑。铁剑。风二没有剑吗？剑士的剑吗？对，剑士的剑没有。哦，这好烂哦、喔。嗯，也不多哎、欸。剑士吗？我只有两根。那让我分你一半，我是三根分你一半。好白痴哦、喔，难怪。等一下可以去上面刷吧。可以想打一些鸡呀、啊、什么的。可是等下就晚上，好可怕。哎、欸，弩怎么合忘了？我是直接按那个书啊。那什么材料啊？哦，有了，白痴哦、喔，果然是木棒不够。嘿嘿嘿。好，锋利一钻剑。OK。感觉可以提早去找僵尸，没有啊？就僵尸。等一下，等一下又不见了。搞不好等一下没僵尸啊。剑。对啊。等一下没有那个。啊，等一下如果没蜘蛛，我们就很尴尬，就要找其他的。对啊，我一本付到无限啊？哎，没有了，开玩笑的。不可能，我想说那个不是至少要五八个书柜才有？有强衣耶，强衣。可以付，是我没有可以付锋利衣。锋利衣的什么书吗？书，我有一本锋利一的书、欸。那你可以那个叠剑，你可以叠你的钻石剑。锋利一的书，没有啊？我说我的书还可以再附一本锋利一的书。对啊，我给你一本锋利一的书啊，就这样有锋利二啊，哦、还要放在斧头上啊，还是什么上？我的剑直接现在是锋二了。对啊，你就用斧头嘛。不是，哎、欸，奴不能附强力哦，白痴哦。不行啊，不行。哇，奴不行。哎、欸，我等级不够。烧啊！头上不是可以烧？今天那个煤炭，煤炭，小心哦！我要这里的。嗯，你要附个铁斧锋利哈，第五等。不够，绝对不够，怎么会够？哦，嗨，古力帕，等一下，小心！你忘记我们有蜘蛛生怪砖吗？
哦，对，你是不是忘记了这件事情？我忘了。哎呀，那也被封起来之后，要不要被躺一次呀、啊？走啊，我去打砍一下啊！小心哦，小心怪。我要做个门啊。做个门其实也没差。哎、欸，也是啊。喂，隐形的。哦，露营死掉了。哦这人就这次大家很都一直死哦。啊，两个残血的，嗯，好可口哦。嗯，好。啊，我们没躺床，应该多做一些梦类有没有？沿路 Q 给他们。我们去躺床哦。哎，对，二周梦类有做哈、哦。有啊，我做一个，我做一个。我没有，我们也没有多的钻石了。哦，那刚刚好，用的刚刚好。啊、嗯。有有有，睡觉了睡觉哦，不然我真的忘记我睡觉了，真的。我记。真的是不是太亮了？太亮了。这边超亮的啊！哦，迪叔被杀了。哦。人家逼。靠一点。F 三。嗯，附近有200多个。生物，因为旁边都是什么峡谷什么的，没办法集中，很危险。做个铁斧。明天我们会忙吗？忙什么？忙明天阿米狗哎，能多忙？他指的应该就是阿米狗会有吗？有阿米狗的意思啊？就阿米狗会玩很累的游戏吗？笑得很累的那种。你就是说那个吗？哎、欸，我怎么只下我六等一支箭呢？你刚不是上膛，然后射出去，射一个在我箭上，只有一，我就那这样，我其实也不用拿弩了、欸，给你好了。不用了，那没有没有，我们就一发。我这边还有，我这边还有八发。八发？对啊，刚刚你不是有放在箱子里面吗？我放一半回去。那我拿两个，你拿两个。好。哎、欸，更新什么？有什么？蜘蛛，蜘蛛、哦，我们就等蜘蛛。啊，睡了蜘蛛，好棒哦，蜘蛛。蜘蛛是什么？好像是。哎，你先打，你先打，他的目的不是是我，你先打。啊，有哦，被打到一下。哎、欸，有僵尸吗？我们有蜘蛛就用蜘蛛。哎、欸，靠！那我们就留一只那个、啊，一只普通的，然后先把它点亮。有。有生了，有生了，有生了。有啊，两只。生了吗？我把一只那你先把其他点亮。没有，我在点亮了，我在点亮了。好，等我一下。哎、欸，这有力量效果哎、欸。我就过去。应该没差，但是还有，应该没差，因为 boss。他没差，没差，没差。快、啊、快、啊、来吧，走吧，小雨来吧。好，我来了，我来了，快来啊！他会吃地板哦，他是会吃地板的怪兽。我没有拿，没有拿那个。啊，对，我现在水还，现在不要泡水哦，一样不要泡水哦。对。来了，我来了。来吧。蜘蛛是有什么难的吗？上面这只，对，没有，就会吃地板，它吃地板没有，它有什么特别的？我是问这个，好，应该没有吧 ？Q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然后会破盾，会破盾，会吃地板哦，会有地板怪兽，就到处打它。哦，吃地板，吃地板，然后会它会也会瞬移，还好还好。然后它会掉钻石。蜘蛛好像蛮多的啊，毒蜘蛛！哦，毒蜘蛛，毒蜘蛛！还可以，还可以。他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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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我。死了！我被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还好，还好，我刚才点到箱子。他给三颗，他给三颗，我放箱子。小雨，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我拿了，我拿了。好，走。我觉得我们需要回血。可。啊！你好强哦！哦 ，Oh my God！Oh my goodness！ 然后有人要死了，是不是？可能有人要死了。哦，感觉有人要死了哦。我刚看到回血的瞬间，有人死了，扣里大哥。举着盾的。哦，我多做点。哦，预言家 ！Oh my God！Oh my God！ 可以啦，我们有很多铁，不是吗？对呀。哦，哎呀！我的妈妈，我真的没想到。预言家，预言家，我拿原木去做那个，白痴哦、喔！
哎呀，点个数，点个数。哎、欸，我们破万了啊！又多再多加一分，再放。Yeah. 就小雨不要死就好了。嗯、除非最后阶段啊，再死就好。你可以死，但请在最后阶段死，这样。好。不会扣分的时候。我想尿。我再搅一个好了。尿尿。把那些搅满吗？好急哦。对啊，很急。去啊，你去。最近把自己埋起来。最近水果跟水喝比较多，然后我的饮料剩蚂蚁。啊？我可能站离个两分钟。好扯哦，小雨，你还要补血吗？我有，我再回，我把它搅满好了。我有三颗哎，三颗要做什么？做钻符，可是钻符好像没什么差、啊哦。可是没有那个没有书了，对不对？对啊，有还有一本书可以附我看看。爆炸与查小雨没有。啊，我看看，在里面那边。啊。天灵地灵灵，锋利保护，不白痴，没有吗？不然我再附一点其他的、啊。你要等级哦，好猛哦。有啊啊，没有再回去说啊。哦对，你就说啊。好，我好，你这样子讲，我要回去刷了。对啊，我看一下，搞不好有了，我看看。有。有了，这么神啊！有锋利。那你附我来把它附上去好了。我附好了，我附好了，再想想。啊、太爽了吧！不是幸运波波哎、欸，不要嘴，怎么不要嘴？不要再讲了，等一下还没到后面都很难说。我需要回血，哎呀，啊、怎么真的回血？啊，强力一要不要做一把弓啊？我那个强力一我真的是，哦，好气哦，气爆。可是这个事件会等一下我去把我把他打掉。有升升升哦，怎么是升升度？没那监督还是可以打了。他很烦，就打。他现在还是很笨哦。现在应该还好、啊。我回来了。哎、欸，然后嘞、哦？你回来了。现在讨论到哪里了？没有，就波波去刷等级。哦，我有个想法，就是不然就是我们不要去跟他们拼吗？那我们捡、哦，因为捡星星就够了 啊！就是最后阶段是我们可以死的，可是这阶段我们还不能死啊。对啊，嗯、主要是那个鸡的分数、啊。哦，对啊，啊，想说我们就有一万嘛，然后对啊，有一万有加一就好了嘛，还是你们想要冲第一？嗯，想拼第一是不是？那走啊，拼看看啊。好啊，啊我觉得不要打攻击那个本机太可怕了，那本机很恐怖哎、欸。强力磨掉哦，等他们完成那个回放，好，帮他们重置一下。不过他们家要拼二三名了，我觉得。对啊，1500，10300，还是差跟我们差100分。哎呦，差点磨错东西。救命！哎、欸，不，我可以再附一个锋利。我拿一点等级，你就可以锋利二斧头。哦哦，锋二斧头，就是这么凶残，好吗？哦，好凶，好牛！不是啊，以免如果有人真的来打我们嘛。对啊，我们这是自卫、欸。对啊。你又笑，你到底在笑什么？啊、你又笑什么啊？拿去啊，付我。谢谢。我是现在可以撕很多次的人哦、喔。你还是等一下有人来，那我就放这个念他们。对啊，那个是哪里来的啦？那个打一打拿来的，掉的，打蜘蛛掉的，白痴啊！我不知道，我刚突然看到。我在我身上，那时候跑去救你还是什么的。嗯，刚刚你们还有金锭吗？哦、有，我还没烧白痴哦、喔。我有15，我有25个，还在烧，不是秃了吧？十几个，我们只有一颗苹果了。我有一颗。我们可以把他所有的金都放在上面，然后让他变超强金苹果。白痴，猪猪，那我把它喝一下。有啊，我刚刚有开箱，开一个普通的啦。啊，不，金苹果啊，那你们两个一人拿一个、啊。哦，那我们一人一颗。
你要你拿，我等下记得回来拿。还是先要拿树，还是先要先要啊？没有土啊，哭啊，没有土。没有，就一人一颗啊。看你敢不敢去那边挖，有一个地方有土的。你现在是在挑战我吗？我挖给你看啊。没有，不要，我错了，不要，我不该激你的。对啊。对啊，蜘蛛网粘人感觉不是很酷吗？很酷啊。哦、我们拿剪刀，我们剪一堆，好不好？对啊，对啊，说拿剪刀剪一堆。那我们去剪一堆好了，我们去剪一堆。有人来，赶快打！快打！人家躲石头，我们放蜘蛛网，有没有？超烦躁。然后要往上叠的时候，用蜘蛛网捏啊！我靠，我捏错了，啊、我捏错了，救命啊！白痴，超坑的，在干嘛？对，我要拿一点石头。有狗哎，他想去养狗。地表有人养狗，有22根骨头哎、欸。地表有，这我们现在这边有狗吗？我刚刚在找的时候有。地表上应该会有。哦，对不起，我怕了，我怕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你说挖土吗？不是啦，养猫是养猫啦。阿贝出事了，哎、欸，你可以用往北北啊，用阿贝讲的，阿贝出事了吗？什么？用往北北啊，往北北叫阿贝啊。啊啊！我出事了！阿贝不要！啊！救我！阿土瓜，救我！要说边界了！哎呦，这里要那个，该拿的东西拿一拿。我的盾，我的盾。对，现在还会搅上去哦。现在还会吗？还会，还在啊。上面进度，现在进度条要到不是吗？你刚打猫 N 就上脚了，我刚刚有看到啊。哦，真的、哦？对啊，对啊。哦，难怪我的盾又不见了。我先把铁簪跟那个挖走。嗯，哎，在小雨身上，跑到我身上，很吸回去。太白痴！哎我天！啊，喷出来！附魔书本，有点难过。附魔书本是两本附魔书。那我这边就堵起来了哦，我们等下准备哦往上走了。好啊，走吧。你直接问挖的还是用走的？走回去。现在还是有妖魔鬼怪哦，在头上啊。急说完了。哦，那要赶快走喽，看一下中心。走啦，不点书就好吗？还是？对啊，点书就好。往那边、啊，往上方走。这个方向，上方走。好啊。先挖吗？开挖好了。挖吧，有的走，为什么要挖？哦，对，确认一下方向。哎、欸，这边就可以走到我们刚刚的地方、啊，往下走。这里没有路吗？继续走。对，有啊，这边走。我们可以走回刚刚的路。你就走到地表吗？嗯，因为我们刚刚在中心点隔壁。哦，好，这里。走啊。欸，这不能碰水哦！啦，哦，这边这个洞，现在那么碰水啊？现在不知道哎、欸，还是不要乱碰好了，有点危险。算了，先不要碰。对，哎、欸，宝宝，你东西掉了，什么东西掉了？哥，你们去看一下。粘到了！不要碰我！我粘到了，呕吐怪！哪里对直走啊？对，直走，然后等一下，是西瓜的对，然后应该有这边转弯上就走啊，走，这里啊，这里，耶！哇，肚子饿了，好好，好痛苦啊！不用，你那个金苹果有没有拿？我就知道没有，你没拿？你有拿吗？对，我忘记拿了，刚在箱子里面。哦 ，BO， 要取巧克力哦 ，BO，我傻爆眼 ，BO，那你要想办法再去挖一颗苹果，身上还有12个金。你看，我们这样就是还是再少一个金，想到就难过。走啊，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往上。有我们堵起来的路。现在是什么？白天还要白天？要马上晚上了、啊。应该没有吧？我们蜘蛛打完了、啊，应该不会晚上了吧？不是，最终阶段强星星还是晚上了、啊，夜晚。就晚上。对。海里、欸、有，那现在有了，可以泡了吧？我可以把我的盾拿回来了。那可以泡水了吗？我好奇是这件事情，还是不要泡？不要，没有可以跑，可以跑，可以跑，我要跳了，跳了，我刚跳过了，啊，不要啊，你骗人，我打人，对，汤也在那个里面，算了啦，没差了，他已经成为世界，汤还要饿才能吃，等一下，
你要躲一下吧。我觉得等一下他们一定会想逃。我现在很饿，我想找狗。狗狗在那边，狗在那边，直走直走，对你直走直走。你要食物吗？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过来，我两块猪肉给你一块。好，往狗往这，狗往这，狗往这吗？我来。那我打苹果，你们去喂养狗。好。啊，怎么都素描？就素描啊，有素描不错的啦。你素描就拿到就把它撞在地上啊。狗应该不会不见吧？狗应该不会吧？不会，狗不会亲啊，狗不会亲。太难了吧。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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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它是，它是贪心狗狗，它真的是贪心狗狗呢，它大爆吃呢，要吃十几只呢，啥活？十几只，十几只灵。哦，我们真的在中心点的旁边呢，好可怕啊！好，我没有东西喂你们吃，哎、欸，我有牛肉，快生哦，快生哦，生完走了。送子鸟，走了，狗狗们。这件轻松任务，我带回项目了哦，小雨。好，我再走回去了。欸、我超飞，我打不到苹果，那就没办法，赔钱啊，赔钱啊，哦、你少拿一碗汤，又少拿一个金苹果，赔钱。我只能以身相许，我没钱，我有身体。哇，那算了，刚刚是没有捡到羽毛，没有捡到羽毛吗？嗯，没关系啊，就是边界来了，我不敢回去。嗯，边界人。哎、欸，有啊，我看到苹果啊，哦 ，B O B O， 哦 ，B O B O， 你看这是什么？啊、这地上哦，哦，啊，你人呢？啊，你人怎么？你看这个，这是什麼？对，你手上是什么？哦，你手上是什么？你是不是想骗我们？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天哪！哦，是暴饮哦。来八个哦，给你的，你就没有苹果，你赶快做。繁星不是也没有？我有。他有呀、啊，他有啊。哦，好好好。就你没有、啊，我们躲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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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地方躲起来，再就躲回来啊！这里吗？这里不是在边界外吗？那我们有铲子吗？不然就挖一个洞啊！我有一个石铲，那赶快先挖一个洞，我们一路挖过去。狗狗带进去哦，一路挖过去吗？挖过去很不够哦。那走吧，石铲的那里就太短。那我们在中间躲起来好了。去中间正下面吗？还是这样？我没有漏。在这边。我不知道它的范围多大。我们现在已经是最最最坦然相见的那一种。乖乖乖乖乖！前面怎么有那个啊？就这个吧，这边这边。亮晶晶过来、欸。过来啊！那 boss， 那 boss， boss， boss。那 boss， 那 boss， 那 boss。先追。好了、啊。狗狗狗狗，你先狗狗先带下去。对，我帮你掩护狗。狗下去，快点。那石头。快点！不要！你们是全世界最后的狗狗了，快点进去繁殖。快！哦，都没有肉给。带下去，带下去，带下去。哦，不要出来！你有泥土吗？你有泥土吗？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旁边有的挖，旁边有的挖。太深了，太深了，太深了，太深了吗？对对对。那我再往上挖。把这边堵起来，我觉得一定会被发现，怎么办？你说狗那么吵，一定会被发现啊！而且狗狗好挤。这一层吗？有要很深吗？你们在哪里？不用啊，不用啊，不用！我看我跳不下去，狗太胖是不是？狗太急了，狗太急了，狗太急了。不会啊，有些走怪我这边的，洞挖大一点就好。蹲好、哦。我吃的、啊。我没有吃的，小雨呢？小雨不是有牛肉？我有一块牛肉。喂狗了吗？没关系，我应该还……哎、欸，可以做那个啦，可以做蘑菇汤。我就不敢蹲啊，不敢不蹲啊。只能吃蘑菇汤了，就是这里的。这么烂哦！你放出来，放出来，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赶快喝！白痴哦，我有这个啦，蓝莓啊，甜莓啊。哦，吃啊！哦，没吃。他们打，他们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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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骗人嘛！但没准，瞄准，瞄准只是拉糖而已啊，让糖那个吧。哦，是哦。狗狗，狗狗很想打架呢。狗狗很嗨呢。狗狗很嗨呢。对，我要大一点。等一下我们会不会直接被人家抓包？
一挖起来看到，啊靠，要你是在这里啊？啊，怎么那么多人？还有狗？对，还有狗。你有没有腐肉啊？没有，没有，我也没有。腐肉就你想养狗狗？我靠，要我有牛排、欸。牛排自己吃啦。我鸡肉，生鸡肉一个。生鸡肉可以。哎、欸，牛排，牛排给你啦。可以啊。喂喂喂喂喂喂喂！我吃甜梅哦，吃甜梅就好。天哪！你要几个甜梅？对，要很多，七个，七个。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不用不用不用、啊。你问屁呀、啊！我以为你要。是。没有没有，不用不用。现在狗狗过来生小孩啦，一直跑。哇！生过了。不吃鸡肉吧？肉都吃啊，来来来怎么不吃？吃了吃了。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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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做害羞事。这两次吃了，这两次吃了，有有有。对。对，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不要看我，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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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K 打起来，打起来，有有有，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我们小雨第二跟第三打起来，我蹲着了，我蹲着，我蹲着，蹲着看戏啊！会看戏，最后不会发光，不会发光，会吗？不会吧？发光，会不会？捡星星的时候才发光吗？捡星星，然后捡星星，捡星星死掉没差，这时候不能死啊！这时候不能死。这该多好，蹲着都不要动，不要动，不敢动。我们等一下警星星的时候再冲出去，再跑。啊！团团团团团团团死了，感觉很痛哎、欸，那都是什么东西？贯穿？贯穿吗？嗯，感觉他每天有举盾啊，举盾又被射了。左边操作 ID，、嗯、左边。左边吗？哦，对，左边手好酸哦。自己翻。哦。也改那个啊，按着就不会、那個。哦，我看到了，有人在这边跑。嗯，死了，死了。啊！啊！卢米死掉了。被低速打死，我天哪！低速很凶哎、欸，低速很凶的好吗？所以他们是三队在打架哎、欸。对啊。那太棒了，太棒了，那太棒了哦！太棒了吧！你们三队怎么那么棒啊？哦！我天哪！哎、欸，你们这么多。谁的头上白痴哦、喔？你们灰队，灰队，灰队叠高，灰队是要叠高了。蹲着，蹲着，蹲着。哦，这三猫叠高，哇，叠高叠啊，越高越好，越高越好，越高越好。叠高，叠高，叠高。对对对对对对，叠起来，叠起来。哦，有人摔下来，有人跌下来了，有人摔下来了。本机在我头上，本机在我头上，本机在我头上，等一下，很危险呢，不要打，你走开吧，本机。不要跌了，他等下爆炸，哎，下来一点，下来会爆炸，会爆炸，我姐会爆炸。站，来，站下来。我往下一点。有有有有有。本机你好近啊，本机！本机你走开一点，不见了、欸、啊！他顺走了啊，碎了碎了，他顺走了吗？啊，碎了碎了，我们可以蹲回。没有，这个回来了，等一下，回来还没吧？还没吧？你不要回来了！等一下，是我看错吗？本机怎么顺来顺去？他会顺啊，他会顺啊，隐形然后会顺，他隐形然后跑来跑去。哦，他们在捡星星哦，捡了吗？这么快了吗？对，捡了捡了，已经捡了。那我们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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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那走啊，走走走走走。不用蹲了，不用蹲了，不用蹲。哦，哎呦，看这种超级爆炸！本机爆了！快跑，快跑，快跑！捡星星，捡星星！啊！快快上啊！啊！等一下，我包包好满哦！吃了，吃了，吃了，吃了！我们从正中间跑出来捡星星。哎，那叫五郎呢？没有，那是哈基在放那个 TNT 啊！哎呦，我被捡星星，我被捡星星！哎，我路过打击啊，看飞起来了啦！都会飞起来，不要他们在上面呢，他们在上面那个。我们不想捡星星，我们捡，我们捡，我们捡的。好，我们捡，我们捡，没事没事没事。那个环境的那个卫生。对，我们是环保小尖兵。环保小尖兵，我们在捡星星。打我啊！我一堆狗，你来打我，你有本事来打我、啊。星星呢？怎么星星很少的感觉？有人在射，对，星星比较少，你要慢慢掉，慢慢掉。嗯。啊，是因为这个场地比较平坦，大家一看到就捡完了。之前每次都到处都一堆星星。我们多100分了，他们在打架，在打架。好、啊，你们打架，你们打架，没事，我们捡星星。我们称霸半边，称霸半边。对对对。对，我们划清界限，那边是你们的领地，这边是我们。对 对, 對，我们都捡这边，没事没事没事。捡星星之乡有什么？不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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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甜蜜的诱惑。哦，好多啊，都在这里啦！谢谢各位，这个超棒了、哦！你捡，你捡，你捡、哦，好多啊！你捡爆，你捡爆，你快捡爆！哦，我也捡爆，我也捡爆，我也捡爆！哦，我看到了！哦，这个树林这边很多呢，
靠近边界的地方都超多，有会捡到超多。对对对，树林，对对对，就这里小雨，对对对对对，就这里，我刚走过来就看到这里好多。没事啊，你们打架、啊，我们捡，我们捡。我想射一下哦。啊，他们下来，他们下来，他们下来捡了，可恶。哦，要求我这个树林是怎样？帮手拿，手拿搞啊，手拿搞啊。哦，他们直接，他们哦，竟然是哈基他们打到的。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哦，给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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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太好了，给你们，给你们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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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让你们开心，开心，开心一早。哦，这个这棵树上有四颗星星。哇，圣诞树呢？哇，圣诞树啊，紧凑。圣诞树，哦，这个我可能会死哦，我可能会死哦。没关系，你死了没关系，死了就没关系，你也做很多、那個。他们也不会拿到分数，是吗？对啊，我尽量捡，我尽量捡。啊，有就捡，有就捡。喂，没事哦，僵尸王不是追我。有偷吃了一下巧克力。我在想，我要不要偷吃？然后狗狗就冲过去。他这三颗，有我让他劝退。这是我们的星星，不要捡。不可以来捡我们的星星。不要捡我们的星星。对，那是小雨吗？就树上吗？我，就是我。树上可以星星啊？不捡吗？香。树上这么多。一分钟，一分钟。喂，我看到树下有很多星星，树下。有我称霸半边，这谁啊？可以可以。他们是友善的好伙伴，我不打他。我也都没打，我也都没打。我刚刚偷吃了一下巧克力，巧克力很生气，他跑去打杰克了。这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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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很多星星。这是谁？你为什么捡我的？云月，你为什么捡我？你为什么捡我的？你为什么捡我的？打他，他耳环要抢你星星。我看到星星，我先捡。等一下，我回来打你。你为什么捡我星星？你在哪？你在哪？你在中间、啊？就平台啊，就那个树林旁边的平台。哦，没事啊。啊，这里好多星星哦！天哪！啊、哦，树林又回来，好多星星哦！哎、欸，他们中间好混乱哦，中间怎么多人啊？他们 在打谁啊？黄队、灰队。哎、欸！打起来！我、欸、他们打你，谁打你？好坏哦！欸结束，被狗咬了吧？你看，还打我，抓到了，被咬了吧？抓到了，还要打我啊？然后被狗狗围殴了，被狗咬过呢，都是。走吧，走。耶！哇，辛苦了，辛苦了。巧克力，你们也太可怕了！有包包就好强哦！我们可怕个头啊！我们什么都没，两会攻啊！我们跟你们同分，当然要打、啊。就你们一个红队过来抢。你们那时候不是一直在一个地方徘徊？我们就在你们正下方的一个洞窟，然后我们看到你 ID， 然后想要挖，结果也没挖到，因为那时候看到你露头啊，想说奇怪，怎么追不到了？而且你有火焰剑，其实你们装比较好、啊。对啊，你装好很多啊，火焰哇、哦，我们都初级还没附满，因为千金不够。对啊，哦，然后这次允月就跟我们讲，我们的战术就是稳，所以我们遇到你们就是跑，你们来我们就跑，打这样子跑，不打就是不打，就是不打。然后结果还赚第二名，好感动啊、哦！啊，玉米，玉米是我啊，拿便宜的红盾。我一般的个性是狂战士啊，但今天允月教我，他说止损点哦，学会了。止损点，对对对，止损 点很重要。好重要啊！为了奋力不洗手，当然都已经冠军，还要来射我们啊！不要不要！刚好看到。他射到你还说好爽，我射到他一下。对啊，还持续追，刚好看到。我就两发嘛，有。有，至少把那个杰克跟迪叔臭红色。我想说可以烧死你耶！我们叠刚还放在天梯，就是不要过来，我们自己在这里不准过来。原来，因为你们是第三，我想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打掉你们，我们就有机会啊。我们抢本机之后再打掉你们这样子。那时候算分就是，哎、欸，你们抢到有机会，可是我们毕竟跟辉瑞同分。
最大竞争对手是他们、嗯，然后想说你们走了应该没事，结果没想到你们绕回来打，就啊可恶啊可恶，可惜。我们原本很稳的那个被抢走，有圣怪砖不？哦，我们那个真的是超慢的，我扒了圣怪砖了。我们升的超慢的，是靠 Bobo 去赢远方的慢慢赢回来。是啊，最后的我们从一开始都是追。嗯，我们原本想要蘑菇，然后跑过去发现就来不及了。我们应该是有人重生在那个蘑菇旁边吧、哦對？对，我们直接在、欸、有三家在抢蘑菇、欸，对、嗯，我想说，哎、欸，看到过去就已经来不及了。然后第一个任务有要去那个地狱的那个嘛，猪人，猪人太晚，所以那时候团团就准备前往地狱。然后第二个他也在地狱、嗯，第三个他也在地狱。对啊，都在地狱啊，都在地狱哦，都没有完成啊，从头到尾都在选五言啊，然后呢，任务解完之后呢，一出来，好，飞鸿森林在我面前，好可惜哦，猪步骤，结果他最后才找到，可是来不及了，对啊，然后第三个任务他再努力的回来，对他连铁钻都还没集全，辛苦团团了，辛苦，然后第那时候我们看第三任务不管了，就拼那个骷髅的。嗯、唯一有一个好运气是至少我们有找到那个引弓手可以帮忙回血、哦、但是 那个时候水有毒、然后 Lumi 就被毒到了，然后他一句话都不讲，对，他一句话都不讲，然后我们在上面地表努力的打那个枯弓，然后因为我被火烧到，我就是赶快放了水、然后我就被毒了，他说、啊、对，他刚刚也被毒了，他会被毒了耶，会被毒了怎么讲，谢谢你刚刚被毒不讲，让我也成功被毒到了，他已毒不回了，没事了，对，已毒不回，已毒不回，已毒不回，就我们虽然完成那2000分，但是就弄得很惨，资源也减少、然后路也死，最后苦力怕是刚好你们那另外两队都解了另外两个，那我们库里帕有在、就弄了。嗯，贝贝。然后最后我们的策略就是想说要打灰队，红色有看到，然后想说团团就说不要打哈基他们，他们应该不会想打。然后好好听信他的，谁知道你们就打了。我在找机会进场，你知道吗？那时候哈基脱光光在附魔，我都搔首不打，想说我们那时候就是团团、放着不打不打。他脱光光屁股对着我，好啦，巧克力，巧克力下次，下次跟你对那个你想打谁就打谁，好不好？没有，本来也没有打，我就想说还是先打灰为主，毕竟同伴。嗯，就后来被打太惨，可恶，就是百家奇功，就 out 了，差不多。而且最后那个啊，我们血量。算错，因为想说拼笨鸡的最后，结果你们笨鸡打好快哦，最后，嗯，他进去原本半条血，好像半条之后打很快，嗯，我觉得没啊，巧克力，你漏讲一个 ，Lumi 知道水是毒了之后，他还做了一件蠢事，对呢，补吃了金苹果补血之后呢，我们要汇合，然后他有一个海，他就自己默默的搭着船过来。船也会中毒哎、欸！真海上哇！上船前都不会问，要自己搭船，相信了自己没问题。太可爱了，吐血。第四名天天，第三名是红队。哎、欸，你们没有抢赢啊？因为有杀两个，爽。对啊，我星星没有。星星没有抢完，刚最后看的时候，二三四名的那个分数大概都只差那个60-80这样子、欸嗯。你们是第一个任务就已经找到神怪砖了？我们没有，没有、啊，我没神怪砖、啊，一只一只找，一只一只，然后去泡，泡好猛哦、喔！不想说好猛、喔、那个神智好快，想说是不是又找神怪砖了？没有没有神怪砖，想说是杰克就一定有神怪砖，然后没有没有，这季都没有了，就是另一队。所以你们没有啊？那你们最后怎么那个啊？没有弄到？最后因为你们都招完了，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没汇合，那时候只有我跟迪叔，然后状况也都很不好，就是大概是半血而已。太慢了，我突然大好安静哦。然后最后有招啦，但是想说你们都打完了，然后我们又死两个，就说哦不要再打了，继续掉分也不是很好，太可怕了。然后我们就你们是死很多啊，我死很多，他其实很多，嗯，他有去打辉煌哎、欸，高阶。辉煌，然后那只，因为我们那只差三只，然后看到怪只剩那个白天只剩那边有怪，然后 boss 好了，那我就想慢慢打，想说好，他快死了的时候，那个辉煌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加速，我就
一下我满血直接死，超扯，超痛，超级痛。刚刚那个铁中也是，我又有抗性嘛，要那个力量，就等那个时间差，想说嗯，时间到，一抗性一到，去摸，我又死了，直接被打死，好可怕哦。哦，我们第三个人物跟第四个人物都是原本要第一个是原本要解那个燃烧的怪物，然后一个是苦力怕，然后最后都没有，就是解次要的了。嗯，我觉得我们队都很棒，都没有什么就是。你说特别八七的事情，特别八七，都很棒，没有以毒不回，没有以毒不回，以毒。露米真太可爱了。你们虽然抢了 BOSS， 但是也引起我们的愤怒。那时候你们原本还是第二名，对，嗯，但因为我们都第四，想说啊，至少打了几个，把你们打死两个，让灰队逆袭了。不是最后 boss 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你们那个脚盾牌，然后有一个好像一队突然狂损血，我都要笑死。对啊，我觉得很过分哎、欸，在打 boss 的时候脚盾牌，突然盾牌在左手拿盾牌，没有，那时候就我们打完 boss 说哦，好像回血哦，那就完成那个盾牌任务。这么狠，我打那苦力怕也是有重爆，我说举盾牌不行，不懂事。这样灰队，灰队的，嘿嘿嘿嘿嘿嘿，我们是稳队啦，那你们稳队。点书，你们点书，按一下那个绿色的书，按右键，点右键，它就会公开任务。我们超烂，我们超烂的。但你们是不是都没什么死？你没什么死掉吧？死三次吧？啊，你们好像只有在地狱，是不是？你没有去地狱嘛？对不对？对，龙岩死莱姆超烂的，龙岩都玄武岩，烂死了。你进去那位置真的很惨，大家都死，大家都死，大家死。你大概跑了几千格就有别的了。你要找，然后你要坚持下去，就像我就是在最后才看到别的。而且很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先把钻石放箱子，然后进了地狱之后出来之后，发现来到黄队的地狱门，我们四颗钻石直接不见了。哦哦哦！所以我拿到的是你们的，因为我后来出来是跑到你们的地狱门，我就拿走四颗交换的。哈哈哈哈哈！别乱说，钻石。他就出来，然后问我说：“巧克力可以偷东西吗？”我说：“可以啊。”我说：“偷了钻石。”我们也偷了你们的铁矿。你偷了铁矿，卢米，你还说只有垃圾？完了，又多一件事情了。完了，完了。卢米说被偷东西，我说：“啊，你怎么被偷？我说没事，都只有垃圾而已。”他就解释垃圾啊。铁矿很重要啊，也不是垃圾，四颗钻石、欸，我挖很久、欸，天哪，可能这个四颗钻石钻钻翻，关键员也都没死的还好。我们那个时候去地狱的时候，已经快到朱布林的地方，可是我们就是找不到朱布兽，然后我就很想打过去，可是云月说我们要止损。再打就死了，我们要太干急了。然后我们就捡了1000分之后，我们就回去了。然后结果到后面，我发现哇，云月真的是聪明，果然有经验。听了云月爸爸的话，止损拿了第二名，拿了第二名。对对，而且你们有功不是吗？我们没有，我们箭矢不多，只有留两根而已。啊，两根，就连了两箭这样。对，就那两箭射了团团一箭，第二箭被你挡下来了。他们怎么闻？那时候我们在追击他们就一直跑，然后我就想说好过去烧他，然后换件玉米砍我，燃烧的剑超痛，好可怕哦！发现其实我们打你，我们装更烂，我们没什么不，我们只是很多箭矢而已。那你们每个人都在射箭，就哦，先撤，不要打，稳稳的。可是其实我们的弓好像没复活吧，对不对？那个。团团的弓没附我的也叫强硬，因为我们轻死不够，然后我们箭矢才十几发，原来你们靠的是气势啊，我们气势都很烂，你被砍一刀就发现打不赢了，先走，装备不对等，要冲是要冲，要士气高就好，士气高啊，士气高好，越级打怪，冠军呢蓝队，小雨交给你了，好。怎么这么猛？哦，一开始天运，红色蘑菇，你们在那里吗？我们就在蘑菇旁边。又跑一段。一出生就在那个，其实他就在旁边一点点而已，就在那个像茉莉旁边。过一个河，
啊，你们第二个怎么改任务了？因为我们也是去地狱、哦，然后发现、第二个就是意外，都是什么熔岩石啊啊，他们都去了，他们都去，我们跟着去好了、啊，进去啊，靠腰，怎么在这里啊？全部都是玄武岩，对，都是玄武岩，我说啊，半玄武，半玄武岩好了啦，好了好了，不要死啊，不要死啊，然后马上我们一回去地狱之后啊，玉米死了，然后就这样子，对对对，而且我们找到玄武岩还是一个意外，嗯，就是那个时候我副手先放着，原本还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啊，然后繁星一更新书，然后任务就完成了。没有，因为好、那结束了，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继续弄装备了。那时候是协议说，你们这个止损是最棒的。没有，我们那时候协议是说啊，半仙鸭子，鸭子就是一次再嚼好了。然后说、啊、好，那我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看一下书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然后就按到了，就嚼完了。我们另外两队去地狱去那么久，最后也是一千分而已。对啊，很亏，不如早早止损，可恶。然后那个燃烧敌意哦，你们有神怪钻，是比较后面找到蜘蛛神怪钻，后面蜘蛛的神怪，然后没有是那个任务出现之后，对，我们原本要解燃烧的那个，对，你们是后来居上，你们瞬间赢红队，对啊，就是我们原本要解那两个啊，然后结果就有失败之后，我一转头，然后在那个峡谷边，我看到有那个鹅卵石，我就哎、欸、这里有神怪钻耶，哇，然后还是蜘蛛的，因为蜘蛛会直接生那个燃烧的蜘蛛，好帅，玩游戏，然后有重盾呐 啊。最好像是他找到那个神怪钻之后，哎、欸，说走走走，我们去。然后 Bob 就说，哎、欸，你有狐狸在不看你，因为那时候就是在解燃烧的嘛，跟那个什么、什么骷髅弓箭手、那个不拿盾不拿盾的，然后他说，哎、欸，反正那个狐狸在看你，然后说好，我就回头，然后挥他一下，然后爆掉，然后 Bob 就被炸死。Bob 就炸死。这样真的很棒，真的很棒，真的很棒。你的举动只有你是打他。然后再就是哈基死掉那个嘛，我就打字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 Enter 按下去之后，他的十字中心，然后安德就刚好在那个十字中心路过，就看到我，然后来不及把那群冲出来，你是不是打一打字打完，然后马上被打死，我就想说哈基你害死我，召唤了，召唤，召唤计划通，召唤。然后最后我们是躲在那个啦，就是中心下面，然后本机就缓缓下。走开，走开，不要爆炸！说走开，你不要在我头上哦，走开哦，不要让爆炸、哦。就差不多是这样。嗯，然后那狗狗一直叫，说狗狗不要吵，等下就被发现了，不要吵。说明一堆狗，我看到说蓝队觉得不行，太可怕了。哎、欸，谁最后那个结束的时候还偷打我啊？狗狗全部冲过来，全部咬你，还敢偷打、啊？那狗也不想打我，为什么、欸？我这时候没打到你，不然你没都在跑、欸。之后他就换咬你，那就换咬你了，对，比较形象。哎、欸，我还要报一个，那个蜜蜂有够会迷路，烂透了。怎样？第三个任务原本想要解那个蜂巢，还是第二个，然后就跟着一个胖胖蜜蜂，满屁股在那边花粉，然后一直回不了家。他找不到你。动树，然后不然就往上飞。我说你到底要不要回家？你家到底在哪？你直接冲就出来，搞不好比较快、啊。我找不到家了。啊，走就就没了，烂透了。哎、就差那五百分，就差那五百分，臭蜜蜂，蜜蜂找不到路的、啊，蜜蜂找不到路，不要信蜜蜂了，真的。对啊，没有看到蜜蜂，蜂找到先打，可恶。整个运气都算不错、啊，嗯，好啦，我们恭喜蓝队破万分又冠军。耶、yeah, ！Bio 已经独得冠军了，加四分。哇！还是想把他拉下来的。二三名，灰队和红队没有破万，就各加两分跟一分。好的，谢谢，感谢大家参与，下回再会。辛苦了，拜拜。拜拜。好啦，感谢今天收看，今天真的是，反正这两届都是。地战嘛，就是不要去打一些危险的东西就不会有事啊，对不对？嗯，这样子。好啦，就反正玩这个游戏就是不要去打怪，打怪就是会损伤，对，安安全全的比较重要。那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拜拜。然后也是我觉得 Bobo 真的是运气很强呢，你看
要第一名，其实真的运气成分也要很重啊。你要有去找到怪嘛，找到钻石，有的没的。对啊，本来想说好啊，把它拉下来。后来想想，怎么好像越来越稳了，就好吧，算了。不然你看我前面不是说，不然就说一点嘛，他们就想说啊，不然拼冠军哦，好吧，那就来吧。好，感谢各位咯，晚安，早点休息，今晚不加开，因为我发现私下听歌画画好像比较快，然后顾虑你们，然后边画画算是比较快乐，也比较有话题聊，那就这样啦，那等一下12点就上传记录档了。应该说我已经上都会马上上传了，那大概11点左右就上传好记录档了啊，只是设的时间是12点播。好啦，各位拜拜。播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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